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 B， 今天来玩一款非常特别的洛克人游戏哦。它是这个2012年啊，在 PC 推出的一款25周年纪念作品，《快打旋风》VS 洛克人哦。那在这款游戏的开始呢，我们可以打个秘技哦，它是攻击钮加跳跃钮，合按大概5秒钟哦，我们来试一下。然后听到一个叮一声的声音，就代表成功了。好，等一下哦。OK， 上成功了。好，那成功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启这个洛克人的完整模式，就是超限模式哦。那等一下开始就可以玩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来用 New Game 开始哦。好，从 New Game 开始。那角色都是快打旋风的角色，有龙春丽啊、深红毒蛇啊、塔尔奇、布兰卡、罗斯、罗兰特、乌莲等哦。那我们直接从这个龙开始哦。好，选择龙。那这是整个是街机模式哦。就是一个很街机的感觉哦，然后这个音乐都是快打旋风音乐，这个 BGM。好，这是龙的关卡哦，那么开始，那我们开启超限模式，这就是打秘技的效果啦。好，那就来玩吧。好，这代可以集气跟华磊哦。好，这个超限模式还蛮强的哦。哦，等于是有分身术啊。厉害哦！好，上来，小心。好，小心哦。OK， 好，上来。华磊，终于恢复可以华磊了。OK。哦。好。用这个超限模式啊，是有一点小小偷吃步啊。好，没关系啊，被打到。好，这边有一罐哦。那建议这款游戏用摇杆玩哦。好，准备搞快龙了。不然用键盘玩，你真的会被搞死。OK。好，我们看到1987啊。哦，这是龙的关卡，所以整个关卡设计呢，跟 BGM 啊都很有龙的风味哦。哦，这是快打旋风 ，OK， 跳过来，哦，小心了。好，小心。哦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 ，OK。有这个超限模式是。非常好用，好、oh, okay. ，好，直接过来哟、哦。然后在这一关的小怪啊，也是经过特别设计的，好，好，干，好，好下来，好，这边砍坏，好，把这个墙打掉 ，OK， 好，要打完哦，打龙 ，OK。第一只王就是龙了。哦，龙卷旋风腿啊！哦，它也会有那个怒气条，小心了。哦，这个波龙比较快。哦哦哦！哦，干被 K 到。真龙拳哦，它现在怒气条满了，所以用大波动拳。好，小心了。好，哦，哦，哦，一直用龙卷旋风腿，他这个时候是无敌的。没关系哦，我现在是超限模式，所以不是很害怕他，应该是可以轻而易举的把他打死。哦，哦，赢了，帅！好，打败龙的话是得到他的波动拳哦。OK， 好，得到龙的特殊武器。好，这是由丹来为我们示范了。好，我们洛克人就会打波浪拳，然后丹就是被打的那个示范的人。OK， 也可以集气哦，看到。
Hadouken。 OK， 啊，这就是很复古的 password 哦，就是用这个密码来记录的一个方式哦。好，那这就是龙的关卡的示范啦。那下次回来我们就再接下一关来打哦，应该就是打春丽啊。好，那今天的实况先到这里做一个小小的示范，这个快乐兄 Cross 洛克人蛮好玩的，建议大家或推荐大家来玩哦。OK， 今天的实况到这里，拜拜。